欢迎回到2018台北羽球公开赛小巨蛋的比赛现场。在首场的混双赛事落幕之后呢，很可惜台湾的组合并没有办法拿下冠军，但是在第一场比赛之后，后续还有四场比赛接连要登场。那在四场比赛当中呢，第二个要上来的是女双的赛事，会上演的是一场日本内战。那要提到的是，在今天台北小巨蛋哦，真的是涌入满场的球迷啊。哦，刚刚在这个大概10点多左右，在小巨蛋外围已经排了一整圈，然后其实也访问了第一个排队的球迷，是他3点多就来排队了，哇，真的是很热情，很热情。对，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非常开心能够继续跟肖老师一起来担任球赛播报以及评述的工作。肖老师好。哎，今天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么在接下来要登场的比赛呢，是一场日本的内战哦，来自日本的志田千阳跟松山奈未，要面对的是立原文英跟这个小谷菜流的一个搭配。那要提到了日本的女双哦，在最近几年崛起的速度啊，真的是世界最快最一流了。可以看到世界排名当中哦，前5名。哦，在日本搭档就包办了4个席位。对，没错。其实，但是在世界排名前20名啊，竟然他们就包办了6组以上的组合哈，太恐怖了！哇，这个以前有这样的情形，只有中国大陆而已。但是他们现在的一个女子双打呢，已经取代了中国大陆的一个整个一个强势的情形了。所以从晋级的签表上面呢，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8强开始的就是一系列的日本内战。是。那日本人呢，其实也只输了日本人，所以代表是日本人造成日本人出局。那在4强开始就是一连串的这个日本内战，到冠军赛当然也是。所以他们在整个崛起的过程当中也直接垄断阻止中国队长期的垄断。对，所以我们台北公开赛的一个女子双打组合啊，好像是另外一种他们日本的全国排名赛啊。所以其实也有人开玩笑在讲啊，就是说他们干脆国内打一打，再把奖杯寄过去就。其实日本的女双啊，其实他们就发展出他们自己一个打球的一个特色啊。其实他们最近的一个打法呢，就比较着重在整个一个防守上面哦，所以说他们在整个战术策略上面就比较不以攻击为主哦，所以说他们整个一个拉吊跟整个一个防守的训练呢，就在他们的一个整个训练上面就特别着重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哦，因为他们的一个女子双打主教练呢，也是中国过去的啊，那中国大陆一过去的叫丁启庆啊，那丁启庆教练也曾经一直表示说，其实日本女子选手的特色呢，就是脚很快，但是力量呢没有说比韩国啦或者比中国大陆的选手来得好哦，所以说他觉得干脆如果说攻击攻不死对手的话，那干脆来练一练防守哦，那果然有达到他们应该有的一个效果哦，因为听说他们每天在练防守啊，将近有的时间啊，就花在到2到3个小时的一个防守训练呢，哇，这个防守的训练其实要练这样啊，真的是要坚持住啊，是不容易。但是确实日本的一个女子双打呢，真的是有对于我们整个国际羽坛的女子双打的一个趋势呢，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哈。对。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相当的期待，原因是在前面几天的主场地赛事当中比较少机会能够看到日本选手来登场，也是电视转播比较少的机会。那尤其是来自日本的立原文英其实大家对他应该都有一点点印象啊，因为他可以说是日本羽球界的陈妍希哦。刚刚等一下这个镜头如果有带到的话，大家应该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其实日本的选手最近都蛮受大家瞩目，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觉得日本选手呢，他们的颜值很高哦，所以说都会用一些比较就是像我们熟悉的影星呢哈，说来作为他们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来称呼他们了哈。那确实啦，因为其实他们其实日本这近几年来的一个羽球发展呢，在他们国内呢，其实也都发展得非常不错了哈。那说到颜值哦，其实不能不提的就是大决赛，没错哦，这大家都非常喜欢呢，而且在网络上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整个他比赛哦，这个点阅率也都相当的高。对，其实他们
像福岛游记啦，其实他们这几位选手其实都在他们国内呢都相当受欢迎哦。那在包括以前他们的一个朝田的一个混双哦，混双的选手，其实他也是相当，他们有一个组合女子双打也是相当颜值相当高的一个组合，所以说他们在日本的一个运动界里面呢都相当受欢迎啊。画面上看到就是立原哦，他搭档呢小谷菜流啊，在最近的搭档当中呢，在过去啊，其实他们是从高中开始搭档，那不过其中有一个人是先脱离了学生的身份，那后续在去年开始再重新的合拍哦。是。那现在日本女双啊，真的是世界一流啊！从2016年的里约奥运啊，或者是世锦赛当中，都拿下了相当好的成绩啊。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来继续看这场精彩的比赛。Ready to play.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来欣赏2018台北羽球公开赛女双的最后决赛，将上演一场日本内战。那这场比赛呢，四位日本的选手站在场上，虽然说都是穿着着一样的队服，不过也是一场赏心悦目的较量。是。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Kurihara Ayane and Shinoya Naru, Japan. 提到了立原呢，其实大家对他比较有印象的比赛啊，应该是在奥运的这个混双项目，是当时也是打到了八强的一个较量，对，最后是败下阵来，但是能够在奥运打下八强，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对，所以说他在奥运之前呢，也算是日本的一个主力选手了哦，所以说在混双，但是呢，因为近年来他们比较。他应该是受于伤势的关系哦，所以说在混双上面呢，就也成绩就没有一直在提升上去，所以反而他们就是有另外一组的年轻的混合双打出来呢，哈、哦，就他们就慢慢的就没有着重在混双上面哈。至于志田千阳跟松山奈未呢？在晋级的路上其实也是硬仗连连的。好球，一个中路腰带的一个球路啊。前扑救，结果竟然救到了！哇，漂亮！一个前场的一个虚空球啊，原本这一个球应该是要下压重力的啊，但在出手前临时做一个变化，这来的时机真的相当的好，结果就让在中场附近的两个人都赶不上落地得分。哇，这出手太快了哈！因为其实对手给的球啊，并没有很快哦。目前的比数3-1。哇，可惜。
其实绿原无音近年来呢，因为就是成绩一直没有提升，所以他今年就会留在二队里面啊，所以说他就没有去参加亚运会啊，那参加了西班牙公开赛啊，追到了对角线去啊，结果这是幸运的得分。对，其实他们志田千阳跟松山奈未呢，其实一直在控制底谷菜流的一个跑动啊、哦。那因为毕竟底谷菜流的一个控球能力呢，没有像立原文英来的这么的稳定啊。那毕竟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啦，所以说双方的一个实力应该彼此都很清楚啊、哦。而且就像刚刚肖老师所说的，他们的这个双打应该都会有同一个套路或者同一个球风。是。连续几次后排的杀球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拿下分数。换位之后继续再来。哇，好球！立原文英的一个对角平抽打。这个就是经验了哦，因为其实对手的一个主动一个攻击呢，确实质量有出来，但是立原文英的一个判断呢更准确啊。立原今年是29岁啊，相较于对方呢是20岁出头呢，当然经验上会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就最近这个世界排名的走势或者是近况来说，其实是要他们的对手会要更好一点。哇，这个球界外，出手还是快了一点哦。5-4。还是出牌太快哈，因为其实在整个空间的一个适应上面，其实两边呢对于对手的一个攻击的节奏啊，还没有说掌握得很好哈。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有好几球啊，在防守的时候两边都会出现出牌太快的一个情形哦。目前双方来到了3分的差距，7-4。这球救了不错，哇，漂亮的一个判断啊！这预测相当的准啊，很快的在往前就已经把球拍等在那里了，是。哇，立原文英一个飘球的失误啊！ 9-4。志田千阳跟松山奈未的组合呢，其实在今年是征战了一系列的国际赛，那整个比赛的过程都打得还蛮不错的，在今年初的这个瑞士公开赛呢，是拿下了这个打到准决赛，打到4强，那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至于在稍晚之后的新加坡羽球公开赛呢，超级500的比赛，两个人搭配也拿下了亚军。那一系列在接下来面对超级100的比赛，包含秋田、越南跟印尼的一个比赛呢，都是亚军坐收，所以尽管都是能够一路杀进4强，甚至是冠亚军赛，但今年的首冠其实还没有开张。对，
那毕竟他们的一个年纪比较年轻了哈，那所以说在整个一个经验值上面呢，获取多几次的一个决赛的经验之后呢，他们就会有拿到冠军的一个机会了哈。那么双方的组合呢，在上一次拿下冠军要追溯到2017年的乐于羽球国际挑战赛，那因为是挑战赛等级啊，所以整个赛事的参赛选手水准没有很高，最后是拿下了冠军。那其实要有打到冠军呢，其实要拿冠军的经验呢，也是也不容易啊，因为其实在冠军决赛的那种情境啊跟心境呢，其实都跟刚开始在打预赛或者是进八强跟进四强那种心态的准备是完全不一样的。对，10-6 6-10。近身，用反手拍挡了过来。啊，可惜啊，这一个前场的一个失误啊。在前面的前半场打完呢，11-6，由志田跟松山暂时领先。欢迎回到台北羽球公开赛女双决赛的现场，在场上的呢进行是一场日本内战哦，志田千阳跟松山奈未的组合要面对他们的同胞好手地原文英跟小谷菜流。目前志田跟松山的搭档呢是取得了11-6的领先。我这一个发球呢是让对手得分了。那其实现在这一阵子日本的女子双打呢发展成这种防守多拍的一个战术策略啊，事实上有时候他们在场中的一个比赛来回的拍数是相当多，所以说现在如果真的准备要跟日本女子双打的选手来做对抗的话，真的体力要够足哦。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体能上面没有准备得很充分的话，你确实是会被他们的体力所拖垮。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今年的一个中国公开赛呢，在印尼的组合波利他们面对松高组合呢，要跟福岛由纪他们呢对战呢，曾经出现了205拍的一个拍数哈，哇！当时那个拍数一出来，真的是让大家全场哗然了。所以说，其实现在拍数最多的都是来回拍数最多的都是由日本的女子双打所保持哈。那所以说，他们要跟他们做对抗呢，确实要能有相当的一个意志力跟相当的一个耐性啊。这个前场的拦截啊，直接是对角线得分了。对。拉开到8分的差距，205拍是在练球吗？对，哇，这连千阳的一个前场的一个预测呢，这是相当快哦。哇，这一球是。
看起来想要用一个重重挥拍的一个姿势、哦、但是打到了前场去，让对方反应不及。哇，这一个球有一点默契上的一个问题啊、哦嗯！哇，好球！这是落在界内，对，出手相当稳定啊、哦，16-8。所以立原文英跟小谷菜流他们的组合啊，在默契上呢，还是要稍微再提升一点哦，因为常常有出现这样空档，但是却没有人要跑动去做击球的一个意识哦。哇，又是界外哦，小谷菜流的一个移动呢，启动的速度啊，哦，还是要再做一点预测，会比较移动会比较快一点。松山那一位呢，在2016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是拿下了日本的第一面女双的金牌，所以说她也是虽然年轻啊，是日本相当期待的一位女双的悍将。是，看起来是不错了，因为两个人的这个移动呢，跟速度呢，还有打球的欲望是相当高啊。回球挂网。结果目前双方来到10分的差距。志田跟松山在第一局真的打得非常强势哦。对，其实这样的他们现在日本这样女双的一个发展，确实他们在国内的一个竞争力哈，至于可以相对的刺激出他们每一个组合的一个对抗跟自己实力一个提升啊。那其实为什么我们国内的一个培训呢，都需要去国外呢异地训练呢，或者是用以赛代训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国内这样的一个对抗的组合哈，就是说实力的一个平均的情形呢太少了哈，所以说像戴志颖他在像。戴志颖跟周天成他们在国内的一个实力，有在国内的有一些国内的选手跟他们实力真的是有一段落差，所以说他们有时候在整个一个训练上必须要仰赖国外的一个选手哦来做培训啊，或者是必须要借由国外的一个训练的管道呢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哦。那相较之下，日本的选手因为在国内就有很多很多的好手能够互相激荡，良性的竞争啊，所以说这进步的速度也真的相当快。对，不过我们国内在这么少的一个，其实现在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在一些学校呢都投入整个一个基层的一个训练啊，但是呢，确实我们的一个竞争力呢还没有像比如说其他。韩国啦，或者是日本啦，哦，他们的一个整个基层的一个竞争力有这么强哦。那其实之前也是有跟几个日本的教练呢，哦，有稍微交谈过，但是他们呢，也就是说他们随便一个学校啊，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小学哦，两三百队这样出来比赛啊，要两三百队，其实在我们台湾是相当不可能的。第一局结束了，由志田跟松山拿下了首局。休息一下，稍待我再回来。今までの流れからすると、昨日と一緒でまだまだ道半ばって感じで。まあ相手がやっぱり多分。今のやられた展開で入ってくるだろうから、そこで昨日と一緒自分たちがこうならないようにしっかり例えば打ち明けとかしっかりやったりとかね、あとも多分そういう急がない
在第一局的比赛呢，这场日本内战，志田跟松山哦，可以说是打得秋风扫落叶，21-10，就轻松拿下了第一局。尽管是这个同胞内战，但是亲兄弟、亲姐妹都要明算账。对，没错，尤其像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他们日本的内战哦，但是呢，他们分属的代表的一个球团啊，都各自派出了教练啊，还是在上场做指导，不像我们只要中华队对战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讲好哦，就是说各自不派教练哈，上去做指导，让选手自由的一个发挥哈。但是呢，他们日本确实不一样哈。那其实他们其实尤其女双啊，在他们现在国内其实竞争的相当激烈哦，因为我想包括这个年轻的组合志田千阳跟松山那一位哦。他们这几个组合也都很希望能在2020年能代表他们日本在东京里面参加奥运哦，所以说他们，但是呢，无奈的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两组双打而已哈，所以说他们里面竞争的非常激烈，包括松高组合，对哦，然后包括福岛由纪他们这个组合哦，那所以说他们还有好几个组合，那但是他们如果真的要取得东京奥运的一个参赛权的话，必须要在国内呢先打败自己的国内的组合，才有机会晋级到奥运里面去。没错，说到这种日本内战，其实在四强就上了一场哦，就是目前的松山跟志田呢击败了樱本薰子哦跟高田佑纪子的这场比赛。那刚提到这个对战组合呢，对手是世界排名高居前10，是还能够把他以21-15、21-12这种轻松获胜的比数把他拍落下来，真的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未来性。对，那年轻的出手呢，真的是速度相当快，而且两个人的移动的速度呢，其实也是相当有威胁性的。那其实他们的一个未来性呢，是相当被看好的了哈。提到这样四强的较量，就是第四种子扳倒第一种子的比赛。对。哇，这个球。小谷菜柳啊，真的是卯足了劲哦。这一拍如果没有攻死的话，其实对手的回抽的平球啊，质量也是不错的哦。不错。第二局战成了3-3平手。打到了网子，快速来回之后掉到后场去。这一球往前一扑，救了漂亮。对，哇，漂亮的变线哦！哇哦，这一球可以说是逆转胜。对，漂亮的一个防守的变线哦，制造自己除了制造对手的一个失误以外，其实这一个球如果对手没有失误的话，还是可以另外组织自己可以进攻的一个机会啊。志田跟松山在第二局重新取得领先，4-3。所以志田跟松山呢，他们两个的出手的位置啊，都是蛮清楚的哈、哦，然后也都有达到自己要下一拍的一个目的跟效果。这场比赛呢，很有机会能够终结这种连续拿亚军的一个情况。是，又是一个出手的一个接腕哈，其实栗原文英在现在连续两拍的一个控球呢，没有掌握住啊。哇，直接被打一个正着。对，在一个反拍压制之后，连贯的一个绕头攻击啊，其实组织得很清楚啊。
志田千阳跟松山奈未呢，在一路晋级的路上，遭遇最大的难关哦，是在第一轮面对台湾的组合洪思涵跟洪毅廷。那当时呢是打满了三局，才以21-13、16-21跟21-18来过关哦。那从此之后呢是两马平川了，是一路的过关斩将。就连面对第一种子呢，也是轻松的获胜。哇，相当漂亮的防守啊！刚刚一个半场的攻击没有得分呢。其实立原文英刚刚那个防守就相当漂亮了，那有掌握住对手的一个攻击路线哦。所以有时候，即便质量不好的时候呢，也不用太慌张哦，稍微掌握一下，很清楚的掌握对手的一个出手路线就可以了哦。如果说你慌慌张张的话，你根本那个对手出手的节奏你就会乱掉哦。其实只要做好正确的一个判断呢，其实即便你上一拍的一个质量不好，也未必会失分呢。好，提到了日本女双的球风哦，不断的防守啊，那哦，其实他们在很多运动里面都会设定，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组合或者比赛该要怎么打。比如说他们的足球喜欢打团队战，那就整个国家从小学开始的训练方针就是灌输你是要以团队作战为主。那或许就在羽球这一部分也是有类似的情景，就有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在那。是，其实曾经我个人曾经到日本的国家训练中心去参观过哦。那其实他们的整个一个计划组织呢，其实都做得相当完善哦，包括整个运科的投入哦，专门一组，也就是说来分析他们整对手的一个数据以外呢，也分析他们日本自己国内的国家队的选手啊的一个比如说失误率啦，或者攻击得分的一个效果，或者是你的出手的习惯呢，其实都有一个有一套数据哦，来提供给教练跟选手们来做参考哦。那其实这一个都是必然的啦。那相对的，其实我们国内也现在国家训练中心呢也发展了一套呢，也有一组人专门在帮我们选手来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呈现哦。那目前呢，几个选手呢有表示说，效果还不错了，好，那希望呢可以再做更细腻一点的一个数据出来呢，来协助这几个选手呢在场中的一个战术战略的一个运用啊。哇，这一台多次的来回啊，对，尽管志田跟松山哦不断的做防守，面对对方的高压打击，但是到最后还是挂网了，但是整个来回的过程当中也是表现得令人激赏。哇，60拍哦，这个来回60拍啊，哇！哇，这真的是往前的反应太厉害了。这一次要打60拍啊，也是真的是很累人啊。因为其实哦，整个一个训练里面呢，其实我们有强调一些所谓的多拍训练啊，那其实选手的多拍训练呢，除了在训练他们整个跑动能力以外呢，也是在训练他们的整个耐心跟意志力啊。因为其实尤其女子选手，因为他们没有像男子选手的一个出手的破坏力这么强，所以说他们在场中的一个意志力跟耐性啊，必须要比男子选手更来得更具备啊。打法不同，对，没错。哇，可惜了，列文英这一个球被定在原地啊！对方突如其来的切球，是，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做出回击，双方战成8-8平手。出到界外去，对，受到侧风的影响啊。提到了相较于日本女双的一个蓬勃发展，其实台湾自从陈文心跟简玉锦之后呢，是不是有面临一点断层的问题？
对，其实女双这一块呢，我们也是一直在讨论的哈。那其实，不管是协会的选训小组，或者国训中心的一个选训团队里面呢，其实都一直在讨论说，我们曾经有一组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双打组合呢，那为什么后续就没有看到未来的一个组合？那事实上其实协会一直有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哦。那当然也没有说，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国内没有人才啊，只是说如果说就是有相对的球团跟球团之间的一个搭配的一个问题啦，因为其实我们国训队的一个，我们事实上我们国内的双打组合呢，还是以原球团的一个组合为主哈。但是事实上，其实我们也是有发现到，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组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双打呢，必须要不同的球团来做组合。但是目前呢，才还没有去突破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我们的整个女子双打呢，还是处于这个比较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很好成绩的一个状态哈。小谷刚刚在往前的这一拍重扣拿下分数，也让目前的局面呢是有了士气大振的效果，双方扳成10-10平手。哇，非常积极的一个攻击啊！11-10，志田跟松山在第二局前半段又取得领先了。しっかりそこもう負けないでしっかり返して、志田は強く返せるから、相手は多分そこで押し込みたいの松山。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目前呢，这一场女双的冠军赛日本内战，志田千阳跟松山奈未是取得了领先，在第一局21-10拿下，在第二局的前半段呢11-10暂时领先，放掉不打。对，这个球界外啊，其实立原已经判断的相当清楚哦，原本是要准备出手呢，等球到头顶的时候啊，突然就放掉哈。哇，相当漂亮的一个防守，立原文英还是在预测判断上面呢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好一点的一位选手哦。即便是面对对手在同一个位置不同的球路，但是还是能够把它漂亮的挡回去。哇，连续几拍的攻击啊！哇，开始反手为攻哦。对。哇，可惜呀、往前的一个小球，并没有办法把它给拦截下来。小谷菜鸟这一个手腕的一个发力啊，在被受限的控制之下呢，其实球没有送到应该有的一个位置哦，也就是说，这个球送的不够深远哦，而且没有过前场那一位哈、让对手的一个前排选手呢，可很好的去做一个隐秘性的出手。12-12。球原因的一个攻击连贯了，绿原在中场附近哦，逮到机会，连续的攻击，连三拍收到效果。对，
说到立原文英，有人说她是这个日本羽球的这个宅男女神，确实不假，是很像陈妍希啊。那其实也之前看过一段访谈，有人拿陈妍希的照片给她看了，就是中国的一些球迷啊。啊，他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不过确实，在某个角度看起来是有一点像啊。哦。那当然，我们就是说，有一些网友呢，就比较喜欢用这种的一个比喻方式呢，来让大家，有对球员有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了哦。某种程度上，这其实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加分。是，没错。因为会让人家对你印象深刻。没错。哇，好球，一个手腕的一个变化，打到了空档的位置。对，这个手法做得相当隐秘啊，那也是利用对手的一个空档呢的一个机会啊，来做一个球路的选择哦。小谷发球，被动防守之后，现在有机会把这个局势给扭转过来。是。哦吼，这球救得漂亮。反网球，继续多拍的来回，哎呦，可惜啊，劈腿一字马。立原这一球卯足了全力往前一跨，对，其实他的整个节奏呢，确实他现在已经，看起来呢，他的一个节奏的适应性呢，比小谷菜流还来得好哦。那所以说，其实你说志田跟松山他们两个要在两三拍里面要攻死立原文英的话，其实不容易的啊、哦。所以说他们在整个攻击的一个机会呢，他们是主攻啊。哦，志田跟松山是主攻小谷菜流这一边，但是在整个一个变数变化的，变数变现的一个的时候呢，却是找上立原文英哦。14-14。哇，这一个头顶的摆数没有跟上球数啊，结果打出了界外去，是，反而是让立原跟小谷拿下了领先。第二局持续的进行拉锯，一分差，要由立原文英来发球。嗯，拦截的很快哦，连续两拍的来回哦，对，拿下了分数。一开始接发球就已经有威胁到小谷菜流的一个出手哦。15-15，再次的战成平手。哇，翻网过去哦，但是对方救得不错。哇，好球，漂亮的防守啊！哇，可惜这个球有点操之过急啊，所以说球拍面呢就没有对准球的一个路线哦。在最近的几拍来回当中，立原跟小谷打得很黏呢，所以说也收到了防守的效果。是。在前排逮到偏高球路攻击的机会，对，毫不留情的做扣伤。哇，立原还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判一个预网击球、哦、但是裁判却没有反应的时候，他自己也赶快把手收回来啊、哦、哇，好球，两个人的松山跟志田的一个前排的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哈、哦、所以说立原文英他们在跟他们做中前半场对抗的时候呢，确实都是吃到苦头哦。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志田跟松山两个人、啊、其实能力都非常全面、啊、站在哪一个位置都能够发挥他们对应的效果，并不会因为、哦、可能谁站在前排、哦、就显得弱势。对，没错。哇，好球，一个
强力的一个对角抽球啊。18-16，在平手状况之后呢，连得两分，距离将比赛的胜利，志田跟松山只剩下三分的差距。哇哇，这个前场预判的相当快啊，连得三分了。对，打球相当专注哦。其实志田跟松山他们两个人在球场上的一个专注力呢，确实是有帮助到自己在做任何球路的一个预测啊。连续的扣杀，再掉一个往前小球，来到后排之后要挑战立源。哇，两个防守的一个变线哦！哇，可惜了，小谷太流在对方攻击的一个路线上面没有掌握好哦，所以过于近身的一个出手呢，那限制到自己的一个发力哦。接下来出现了四个赛末点呢，距离2018年的首个冠军志田跟松山只剩下一分差距。哇，可惜这个球想要压得很低啊，想要一拍直接拿下来，对，有点打出界外，近乡情怯、啊、其实这个球不必那么用力哦，因为他这个球确实是摆了一个肩膀的一个力量哦，所以说手腕就没有扣下来哦。那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个前场训练的时候，就比较强调手背的一个前半段，也就是说小背到手腕之间的一个摆动速度哦。好球落在界内，比赛结束。第二局的比数呢是21-17，第一局21-10，最后由志田千阳跟松山奈未拿下了2018台北羽球公开赛女双的冠军。休息一下，稍待会回到颁奖典礼。Match won by Matsuyama Nami and Shita Chiharu, 31-10, 31-17.
欢迎跟着明世的脚步回到台北小巨蛋。在场上呢，刚刚结束的是女双的冠军赛，在日本内战当中，织田千阳跟松山奈未以21-10、21-17打败他们的同胞好手立原文英跟小谷菜流，拿下了冠军哦，也终结了一系列这个屈居亚军的一个劣势啊，总算是在台北羽球公开赛2018年开壶了。对，其实他们真的日本的女双哦，我们才可以看到他们的实力真的是相当完整，也相当坚强哦。那其实他们这两个组合呢，也是等于是在他们国内呢，也是排在差不多4、5的排名而已哦。那竟然可以在我们的台北公开赛呢打到决赛里面哦，而且拿下冠亚军的一个成绩哦。那事实上，其实他们在国内还有比如说我们应知道就是里约奥运的金牌组合哦，就是我们所讲的松高组合哦，然后世界排名第一的福岛由纪他们这个组合哦，然后还有第三组合竟然是拿下今年世锦赛的冠军哦，就是松本麻佑跟永原和可那哦，所以说他们这个女双的一个组合啊，真的是可以媲美当时啊，中国大陆其实在主宰全世界女子双打的一个景象哈、哦，所以说他们是完全整个复制了以前中国女双的一个整个战机呢，完全现在已经复制到这个日本的一个整个羽球女子双打的一个发展哦。在场上要即将进行的是颁奖典礼，现在世界排名前五哦，有三个组合是日本组合。那虽然这个志田跟松山还有一段路要走，但他们窜升的速度相当快。是，再次恭喜这一次拿下亚军跟冠军的日本双打，真的是不可忽略的一组的一个组合了哈。那他们的一个整个实力的跟潜力呢，其实都相当的有空间哈。那所以说，等于是明年呢5月1号才开始作为奥运积分的一个开始哦。那我相信如果说他们这一段期间呢把自己的世界排名不断的往上窜的时候呢，事实上不仅是威胁到他们国内的一个组合哦，那事实上也是可以在世界的一个女子双打里面呢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个组合啊、哦、没错。我们颁发奖牌。谢谢我们张理事长，接着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优乃克海外区负责人海老袁宏明为我们颁发奖金。And now we are honored to invite our guest, Yonex International Sales Department, Hiroaki Ebihana-san, to the stage and present the check.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接着呢，有请永原教育发展基金会执行长陈志源为我们颁发鲜花。Then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guest, Chen Yong Foundation President, Mr. Chen 志源 to the stage and present the bouquet.谢谢我们的陈执行长。紧接着呢，让我们有请 Yonex 优乃克公司总经理井舍生和为我们颁发大会纪念品。We now welcome Yonex President 井舍生和 to the stage to present the souvenir.好的，那我们接着有请呢选手跟我们的贵宾一同拍照合影。Please players and guests take a group photo. Look in front of the camera. 再次恭喜在场上的日本组合拿下了冠军。休息一下，稍待会是男单的比赛。好的，谢谢。
谢谢谢我们四位颁奖贵宾。学生。